一吻定成。裁定被告顾天明非礼罪成立。天堂瞬间变地狱。你知道只要一个发吻就可以伤害我？每个人对伤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我相信公义，法庭上不一定可以得到公义。到底谁对谁错？我把事情说清楚，谁都别想离开。周日黄牌影院《暗色天堂》，10月16日新锐 HD 电影台全台首播。